近日，韩国媒体透露了 IVE 张元英在2022年的全年收入。报道称，2022年张元英接了7个个人广告，组合专辑卖了200万张，一年的利润接近25亿韩元。张元英自2021年与 IVE 重新出道以来，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人气，不仅组合的歌曲不断高居排行榜榜首，张元英也一直保持着她的个人知名度。她不仅是 miumiu 等高端时尚品牌的代言人，还与 Kirsch、Innisfree 和三星 Galaxy 等品牌保持着持续的合作关系。这些大公司源源不断的报价，凸显了她的市场吸引力和影响力。而在2023年，张元英接拍了14支广告，包括个人10支，组合4支，专辑销量更是高达400万张。因此2023年全年总收入肯定远远高于25亿。此外， IVE 将于2024年开启首次世界巡演，扩大影响力，这也会进一步提升张元英的形象和收入。对此，网友留言表示他值得，以张元英的努力我都觉得挣得太少了，全年无休真的让人敬佩。爱豆韩社，美人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